好看的皮囊经不住扫黄打非，有趣的灵魂又禁不住账号违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墨叔，欢迎来到农村。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哪个村的？啊？你口罩呢？你走什么？去哪？哎，你哪个村的？跑什么跑？带大家看一下，这种莲雾就是台湾品种的莲雾，而且你们看一下，哎，这种都是野生的，没有人管的。你看，这个不吃坏了，有虫子咬过了。这里大家看一下啊，这里有一颗菠萝蜜，再过两个月，现在还没熟，而且长特别矮，你看一下，唾手可得啊。这里有一颗人心果啊，现在看到有小果，但是还没有到季节，天气热的时候就可以结果了啊。这是槟榔啊，这里有一颗我们的老朋友木瓜。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木瓜长得是很高，也熟了，季节对了嘛，到时间了。但是你们不要老看这木瓜怎么喂喂喂喂喂刷那个干嘛，你长那么高怎么可能摘得到嘛。哦，倒了。倒了，来了，兄弟们，哇，发财了，哇，可以哦，这个等于帮村民忙了啊，这个砍了以后它肯定长得很快的，这么高也招台风，生的也可以炒菜吃。我们上次看到了，哦呦，都有人发现了，挖了一点点。哇，蚂蚁！这种咬到了麻烦了，有乙酸呢会过敏的。大家看一下，哦，这里面。这显然是被一个蚂蚁洞给侵袭了，而且这里面特别深，你看，哇，哎呀，哇，咬到我了，送他一程。这把整个鼠都给炸出来了。哦，炸断了，出来了，这个好东西，露出来了，这个鼠，走，给我走，快走开，你蛋呢？我看一下啊。看看你，走，看看你蛋呢？没有啊！不要吵了！不要吵！大家看一下啊，我准备把这一支大军派过去吃蝗虫了。看一下战斗力怎么样？啊，绝对是训练出来，过来。躲我干嘛？散了，就拿两个蛋，没有啊，刚刚拿没有，散，走了，不要围，我他妈好围的。哦，大家看一下，哦，浪费了，哦，这橘子掉一地都是，哎呀，
把它处理一下吧。太惨了，这个你看都没有人吃嘞。哦，整个拔了。哎，大家看一下啊，这种石头呢就是当地天然的石头，而且质地非常的硬。一会儿呢我们就把它凿一下，凿成一个圆状的，然后作为咱们铁板啊，铁板用的锅。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经过我的努力呢，锅已经凿好了。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哎，很精致。这个是真的，因为没有标签，你们看一下。中国人对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乡，是怀旧，是留恋童年的味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靠用最简单粗暴的获取方式，靠双手获取的食物总有一种美妙的味道。好心人总能在帮助村民的过程中获得大自然的馈赠，食为天，又为人情和故事。我只负责配音，写什么我就讲什么，这就是大自然的奥妙。妈妈说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鱼干啊，本来想通过这一期美食讲一下文化，但是我吃忘了，你看我都把鱼头吃完了。我大概上网搜了一下，看到很多竹筒饭的做法，但因为每个地方竹筒饭的做法不一样，所以我大概搜了海南本地黎苗族的一些做法，我发现有很多啊还是没有我下一集给大家分享的做法。最传统最原始的并且有一定的故事背景和文化的这样的做法还没有啊，全网上，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拜拜。